我今年终于找到了一个方法，怎么样写笑话不会让任何人生气？其实道理非常非常的简单，只要你写的东西没有任何一个人在乎，就没有人会生气，对吧？就是这么简单，只要你讲的主题没有任何人在乎，就没有人会生气。我举个例子，前一阵子我上传了一个影片，在讲橡皮擦跟叉子，大家非常的生气，因为有很多人非常在乎 Eraser 的讲法。 OK， 所以我今年花了一段时间，我写了一段我个人认为全台湾没有人在乎的一个主题，也因此没有人会生气。所以接下来的二十分钟，我想要跟各位分享的主题叫做台海战争。怎么样？有人觉得自己在乎台海战争的吗？觉得自己在乎台海战争的，可以麻烦举个手让我认识一下吗？觉得自己在乎台海战争，我看到那边一位、两位 ，OK， 太好了，我们有个位数的观众觉得自己在乎台海战争。刚才这边举手在哪边？可以再举一次 ，OK， 好，我问你一个问题。已经跟你讲好了，2027年中国可能会打过来，请问你做了什么准备？我先自首，我写了一段笑话，就这样。所以 我想了解一下，你做了什么样的准备？两岸一家亲，两岸一家亲，共匪拍他，拍他。我不知道，我问我身边的人，大家真的不在乎这件事情。每个人看这件事情都好像在看一个笑话一样。我就跟我朋友讲说，哎，中国沿岸有很多导弹就这样子对着台湾，他们说那不就很调皮导弹。我们可不可以认真一点看待这件事情？可不可以认真一点？根据之前美国一个智库的兵推呢，如果两岸真的打起来的话，台湾会死3500个阿兵哥，对，就这样。我想说，我替代役关我屁事。对，真的不用担心了嘛，真的不用担心，才死3500个阿兵哥，我还以为会死老百姓啊，原来不会哦。不用担心了嘛，对不对？这个两岸议题真的不用再担心了。我觉得现在我们身为台湾人，唯一需要在思考的一个问题，就是我们要死哪3500个人？最好是一些死不足惜的嘛，对不对？我个人推荐酒驾惯犯去当神风特工队，大家觉得怎么样？酒驾惯犯去当神风特工队，因为首先这些人喜欢酒驾，他们本来就不太在乎自己的生命。你叫他驾驶一个交通工具去撞另外一个交通工具，哦，他们驾轻就熟，哦。驾轻就熟，这对他们来讲跟喝水一样，或是我该说跟喝酒一样。没错，就叫这些酒驾惯犯去当神风特工队。整个场景我都已经想好了，这个神风特工队的队长当之无愧，毋庸置疑，宋少卿 ，OK？ 宋少卿来带领我们这群英勇的士兵，他直升五星上将，每一星代表的都是他酒驾的次数。我周围的朋友每个人，他们只会在乎他们银行里面剩多少钱，或是他们股票可以赚多少钱。好像世界上的每一个灾难，我们都可以换算成股票赚多少钱。像之前肺炎爆发，股市大跌，后来反弹。哎，请问盘子你有上车吗？没有上车 ，OK。后来乌俄战争，股市大跌，后来反弹，请问你有上车吗？没有。那台海战争你一定得上车啦，一定要上车。你上的会是零车，但没关系，至少上了一个车嘛，对不对 ？OK。所以一旦两岸开打呢，我们全场13000个观众全力冲进去放空台股，好不好？我们3倍杠杆放空台子期，一旦中国的空军起飞，我们台股的空军跟着起飞，什么都不用担心啊。
人家传来线报说，哎，桃园机场被炸毁了。我们讲说，好爽哦，我刚好有放空华航哎。Oh yeah， 好爽哦，中华航空、长荣航空炸得好，炸得妙，拉拉队冲出来说，炸裂台子旗，一起炸裂台子旗。爽翻了，对不对？赚到一栋房子，回头一看，哇，没有房子可以买了。我是抱持着非常沉痛的心情在写这一段，但我不知道，我觉得我们还是要想个办法来避免战争，对不对？因为没有人喜欢战争，没有人喜欢看到别人死掉。我个人认为有一个很好的借鉴，就是到底为什么现在北韩还没有打南韩？我个人是认为，因为南韩有 BLACKPINK。 真的、啊、谁敢打 BLACKPINK 啊，对不对？你怕我基础下面一数哈，对，谁敢打 BLACKPINK 啊？你打 BLACKPINK 全世界与你为敌耶，全世界的国中妹跟高中 gay 全部拿起机关枪开始对，北韩士兵喊杀，我们喊 Lisa， 全部人拿起机关枪，把北韩士兵射在地上，然后最后大家唱说 Hit you with that true true true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吴宗宪，是哪个？我是徐乃麟，我是台湾雄狮欧巴桑陈美宏，我是蔡康永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 S， 我们是号角响起，祝福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！李佳贝就和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！祝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！在这边要祝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！祝福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！祝福三立新闻网十岁生日快乐！祝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！祝三立新闻网十周年。Happy birthday, happy birthday to you, happy birthday to you, 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三立新闻网十周年了，哇，好快哦，生日快乐，锁定我们娱乐新闻 APP， 更多的献歌就在这里。